欢迎我是魏叔的家人们。没人给面子吗，家人们？可以，可以。家人们，没人给面子吗，家人们？606走一个来，兄弟们，土拨鼠来，欢迎我苏州乐园我哥啊，谢谢我鸡哥啊，来土拨鼠，兄弟们整点带响的来，谢谢我亲爱的啊，来滚动一下公屏，兄弟们来，欢迎我狼哥，感谢我天心，家人们606走一走，欢迎狼哥啊。欢迎我是魏叔大朋友们，操你妈，太冷了，太冷了，今天欢迎宇哥，欢迎太阳哥，感谢我月下六鸟啊，谢谢我的好兄弟，怎么不戴手套啊，戴了，东北的天你还不知道吗，戴手套没有机会用啊，都是主打一个字儿冷啊，都是主打一个字儿冷，家人们感谢我鸡哥啊，兄弟们昨天晚上差点没有干死，感谢重重我哥啊，真的兄弟们啊，昨天晚上后来很多老铁啊，我剩门票都没进来了啊，昨天晚上差点没有干死，兄弟们非常非常狠啊，家人们欢迎我是魏叔的兄弟们啊，一起中点奖，家人们看了重播是不，老铁们昨天晚上狠的扣个一了，家人们啊，昨天晚上狠的扣个一，什么东西，欢迎黑黑姐，啊你妈的刚进来的啊，老铁们有没有听见，听见的扣个一，兄弟们今天晚上爬上去看看，你来爬啊，你来爬啊，你来爬，我肯定爬不上去，铁子来，我上这边走一走，兄弟们啊，操他妈什么动静，该有鱼哥，老铁们还差3万票，撵上上一个主播，兄弟们啊，两个大龙小心点啊，好的知道了，亲爱的啊，两个大龙就能撵上上一个主播，家人们有没有能帮他整一个的，家人们能整一个的扣个一来，家人们直播间哥哥姐姐们能整一个的扣个一来，一个还有吗，兄弟们晚上好，有没有大哥们，两个谁还能来一个，家人们来搂他，谢我鸡哥，感谢我哥，欢迎我是魏叔老哥，感谢我亲爱的，你差多少了，家人们今晚这么安静的，我操他妈的啊，今晚这么安静的，直播间哥哥姐姐们666帮着走一个来，家人们啊、哦、人多力量大，我的好朋友们666帮着走一个来，家人们帮着往上点一点，好朋友们
兄弟们带个头，感谢我鸡哥一个，来家人帮出来带个头来。杀人偿命，感谢一凡哥两个，感谢现在三个，我操你妈！前面啥动静？听着没，家人们？我狼哥就差两万票点上了，家人们，就差两万票点上了。听着没？听着吗？这个地方你们还记着吗，兄弟们？什么动静？听着没，家人们？听着有铃的声没？啊？听着有铃的声没？哎，谁？我操你妈！谁？谁他妈说话呢？好大哥，谁他妈说话呢？感谢我鸡哥，感谢兄弟们啊！不是老铁们，听着说话的扣个一，家人们啊！听着说话的扣个一，家人们。是不？真有。欢迎我帅哥的哥姐姐们啊！谢谢老哥。操你妈！哟，我操！我操！两个门，全是大红门，兄弟们啊！你妈的！老弟们啊！兄弟们啊！现在我要去啊！昨天晚上我被干那个房间啊，兄弟们。昨天晚上我被干那个房间，老铁们啊，对，全是风刮的幻觉，啊，全是风刮的幻觉，注意安全啊！好，老铁们重点讲，幸运礼物刷一刷，兄弟们啊，带动一下直播间的气氛。
重点讲，家人们啊，都重点讲，慢点点，重点讲。欢迎我王姥姥啊，欢迎小秀英。去你妈的，太吓人了！欢迎弟哥。我操你妈！谁？我操！什么玩意儿了啊？啊！我操！什么玩意儿了？我靠！什么玩意儿？哎！我操你妈！谁？小心啥的，没事，哥。感谢胖哥，谢谢。小心点，没事。操他妈的！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！都给你了，哥，留点，留点啊，门票。直播间哥哥姐姐们啊，都留点门票，家人们啊。好，我操你妈，太狠了！兄弟们啊，想不想看看我昨天晚上被干那屋？兄弟们啊，兄弟们想看那口一来，家人们啊，想看那口一来，家人们，我的朋友们啊，没有关注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别看我喝着下车晚，但是我干的是最狠的一个，全互联网我的人气也是最高的一个，对不对啊？没有关注我的好朋友们，给我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！欢迎我可爱的我妹妹啊 ！MC 播到死，兄弟们啊 ！MC 播到死，老铁们，只要老铁们想看啊，家人们你们记住啊，只要老铁们想看，兄弟们就干，对不对？哥在呢，在呢，你后门是谁？啊，什么玩意儿？后门是谁？啊，陪开动我妹妹啊，什么玩意儿？我后门是谁？家人们，有东西有吗？有吗，老铁们？有东西跟着你。我真没注意，兄弟们啊，我真没注意，老铁们啊，我光顾着跟你们说话了。1986哥啊，感谢可爱的我妹妹宇哥，感谢啊，别分神了，走，咱们上我昨天晚上被干那个地方，家人们啊，干被干那房间啊，你小心点吧，没有事儿啊，姐，哪个房间我忘了呢，哪个房间我忘了呢，昨天晚上死了好几个小时，兄弟们死了半个多小时啊，你小心身后，欢迎广宁哥啊，我操，太吓人了，别怕呀，恭喜我开度我妹妹200倍，
啊，家人别怕，有何人带你们都别怕，兄弟们。啊，全是幻觉。哪个房间来的？哪个房间来的？200倍挺多呀。加油，好。不是这个房间，也不是。啊！我以为是和你一起探险呢，我他妈真没注意。哎，我操！兄弟们，昨天晚上啊，是血不，老铁们？啊，家人们，是血不？啊、哦，咱们家老铁不少啊、哦，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什么，兄弟们啊、哦，他100%不是油漆，兄弟们啊、哦，1900多人了，贺弟给你玩个狠的啊、哦，看好了啊、哦，人不狠他就站不稳，兄弟们啊。哦别乱来，没事啊。亲爱的啊，为了让直播间老铁们更喜欢我，喝得更真实，所以说好朋友没有关注我的，给我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。不知道这里面什么玩意儿了啊，兄弟们，不知道这里面什么玩意儿了。写个死字儿，百万哥啊、哦！直播间所有的老铁们啊、哦，你们如果要是能支持我，必须写个死字儿啊、哦！我写什么都行啊、哦，我写什么都行。服了一点点，牛逼打个牛逼，家人们来，兄弟们牛逼打个牛逼，家人们啊，是血不，老铁们？啊，是血不，兄弟们？牛逼，给你个扣个一！我就问咱家老铁们是血不，兄弟们？我希望直播间所有的老铁们会喜欢贺的，兄弟们啊，会喜欢贺的啊。牛逼，给你个打个牛逼，家人们啊！还写啥字来？还写啥字都听你的，兄弟们！哎哎哎，我操！哎，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！没事，兄弟们，
把眉心血擦掉，不擦。老铁们，喝着都不是看我一天两天了，这血都拧了，兄弟们。好，你们都不是看喝着一天两天了，家人们啊。这是真血，是真血吧？是真血吗，家人们？是不是？是得扣个一来，兄弟们，这里边不对啊，老铁们。啊，这里边不对。饮血不能碰，没事儿。别怕哥啊，点上关注哥，别怕。被吓血了啊，哥哥，没事儿。操你妈，有多狠干多狠，家人们啊，有多狠干多狠。听着，谁？谁？谁？老铁能看见扣个一了，兄弟们。
喝着玩的很不好，我过去，家人们来，再来扣个一来，兄弟们。看喝着玩的很不，兄弟们啊，我过去。我过去。是魔刀吗？是魔刀吗？啊！赶紧远一些啊，小心！伤人泪滴。老铁们啊，老铁们啊，如果要是直播间黑粉多啊，咱家管理一共四门票就完事了，不用鸡巴惯着咱们。还有老铁们啊，喝着如果撕门票的话，你就找他们就完事儿了啊，你就骂他们就完事儿了啊，操他妈，就这帮傻逼，我给他看都不应该看，真的，真的老铁们啊，你们就骂黑粉就完事儿了，我受不了，兄弟们啊，我受不了，这帮王八。那个是咱家老铁的啊、哦！你要是买不起门票，你真的，你给我发个微信，喝着给我发六块钱，我给你发啊、哦！我给你发，铁子，别骂我就行啊、哦！都是咱都是朋友啊、哦，都是朋友啊、哦！别理赫哥。闪不到，这家伙不至于，嘘，我感觉不至于啊，铁子们，我感觉不至于，少。
兄弟们。国立啊，国立把我的微信打在公屏上啊。我操，要起来要起来。兄弟们知道我微信，把我微信打在公屏上，家人们啊，免费进群啊，免费进群，老铁们啊。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的！我操！我是应该往前去一步，家人们。我是应该往前去一步，家人们。我是应该往前去一步。不是，老铁们啊，你们如果感觉是一个妖僧的扣个一啊，如果你们感觉是一个妖僧的扣个一来，兄弟们啊，如果你们感觉是一个妖僧的话，扣个一来，家人们。我感觉是个妖僧，兄弟们啊！我操他妈！如果妖僧的话就废了，兄弟们。啊，如果是妖僧的话就废了，家人们啊！欢迎我直播间收看朋友们，别怕，兄弟们啊！管理把我的微信打在公屏上啊！兄弟们啊，还真有找我要钱的，老铁们，我看几个人啊？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还真有找我要钱的，兄弟们。我他妈都快要饭了，家人们找我要钱的兄弟，大哥大姐啊，铁的，等我发财的时候，我肯定给你们啊，我肯定给你们门票钱啊，天天给你报了。等我发的时候的家人们，听着听着听着，
操你妈的，你都说老铁们啊，就为什么会有黑粉啊？来，这是油漆，老铁们，来来来，兄弟们，这是血的扣个一来，兄弟们，这是血的扣个一来，啊？你是真傻呀？啊！嗯，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你！嘘，别吵了，别吵了，下面来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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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兄弟们啊！没有脑袋，没有脑袋，兄弟们，没有脑袋，家人们。没有脑袋，兄弟们，小心点，亲爱的啊！没有脑袋，家人们，这么硬哥哥姐姐们啊，昨天啊，下半夜啊。有很多人没看我直播，因为啥，老铁们啊？因为下半夜我死了，兄弟们，你们在我直播间的扣个一，家人们。昨天下半夜我差点没死了，家人们，再的扣个一，好朋友们，哥哥姐姐们，进哪个屋了？啊，进哪个屋了？老铁们，进哪个屋了，兄弟们？没事啊，等有机会我给你们看回放，家人们，没事，来我直播间都是铁子啊，等有时间我给你们看回放，行不行，兄弟们？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好朋友们，那是什么妖僧？老铁们，胸疼，老铁们，我这到底是什么妖僧，家人们？
你妈的！啊，小心，好。几个几个，收入比我哥没这个。来了，感谢我狼哥。小狼哥，欢迎我春夜出道的朋友们，欢迎我岳西姐。进来，越来越近了。没事，姐，叔叔姐，你们听，你们听，家人们。听见了吗，家人们？听见了吗，家人们？听见了，各位兄弟们，我怎么感觉就是这屋里，兄弟们？谁？谁？就在这屋，家人们啊！就在这屋，兄弟们！有没有感觉，老铁们？有没有感觉，家人们？啊！出来！
操！我操！啊！我操！啊！我操！哎呦！我靠！我靠！啊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全是血，老铁们，全是血！全是血，家人们！全是鲜血，老铁们啊！全是鲜血，老铁们！应该是妖僧，老铁们啊！应该是妖僧啊！应该是妖僧，老铁们！操你妈的！还有呢，还有呢！二老板，我操你妈！我咋上去啊？这里呀、啊？不对，里面有东西，老铁们，肯定会残害别的生灵，兄弟们啊！肯定是残害别的生灵的，家人们啊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出去吧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我看看，走走，离得远点来。家人们，牛不牛逼？哎呦我操！你们不懂，上百度上查一下啊，妖僧或者是血魔，老铁们啊，不是妖僧就是血魔，兄弟们啊，或者是赶尸的。哎呦我操，全是新鲜的血，老铁们，全是新鲜的血，应该是做法的，老铁们啊，应该给这里边做法的。我操你妈的，太狠了，太狠了，兄弟们，害躺害躺害躺的害躺的，家人们，害躺的家人们，害躺躺的，老弟们，操你妈的，害躺淌血了。后面还有更狠的，加油！后面还有更狠的，加油！谢谢 T 啊，感谢 T 姐，谢谢哥哥姐姐，没有关注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谢谢你们花门票看我的直播，哥哥姐姐们，谢谢老铁们啊！我操，没完了，没完了，没完了，家人，没完了！哦，你妈！我操！三，啊！我操！没事，没事，兄弟，没事啊，没事，暂时没有危险，啊，暂时没有危险。操啊，兄弟们，我怎么感觉越来越邪乎了呢，兄弟们啊，你看这像啥，你
看你想啥家人吗？啊？像俩眼睛不？我现在我就怕他爬起来，兄弟们啊！我现在我就害怕他爬起来，老铁们啊！如果他爬起来的话，兄弟们，你说狠不？来，四叔献出真身来！老铁们，如果他爬起来，你说他狠不，家人们？像两个眼睛，是不是？有动静，有动静，有动静，兄弟们，听着一口一来，听着一口一。我操你妈！谁？谁？铃铛，铃铛，铃铛声！铃铛声，听着一口一，家人们。别怕，都是伪电影。别怕，哥哥姐姐们，太刺激了！兄弟姐妹们，有票的上上。大哥没毛病，黑虎啊，大哥没毛病。听着没？喜欢你老弟的，走一走。情歌啊，谢我T哥，感谢我，感谢我亲爱的，听着，感谢我三大，谢我T姐啊，听着听着，我操你妈，我操你妈的，没有楼上啊，家人们啊，没有楼上，有楼上我早上去了，啊，黑五套新歌，没有楼上啊，有楼上我早上去了，看。上面是棚顶啊！感谢三大我兄弟啊，谢我兄弟。我刚才看见上面了，上面看到啥了？上面看到啥了？啊？在哪看见的？感谢红白哥啊，元哥。白色的，在哪看见的？是不是那个妖僧啊？啊？是不是那个妖僧啊？在哪儿看见的，家人们？哪个棚？哪个棚？没事，必须的啊，老铁们啊，兄弟们记住啊，不管你们看着啥了，喝着肯定会一探究竟啊，铁子，而且我这个主播还不跟老铁们犟啊、哦！你们说啥是啥？我看能不能变成血魔啊、哦！妖僧，你后门双排，别进屋了，没事儿。you
操，老铁们，我操，真出来了！我操你妈，真出来了，家人们，操他妈的，没有脑袋兄弟们啊，真出来了！圣诞老人是吗？什么逼玩意儿？什么逼玩意儿？回去了，回去了，操你妈的，老铁们啊，不是啊，他控制所有的东西呢，兄弟们啊，他控制所有的东西呢，保持清醒。好，来，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再次扣个一来，我回去。哥哥姐姐们啊，刚才买门票的不需要买票了啊，我知道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你们都会喜欢我，心疼我家人们，啥也不用唠了，家人们，有票的帮哥哥占个保家了吗？大哥大姐们，谢谢你们啊！谢谢你们，兄弟们啊，别怕，老铁们啊，都别怕，家人们啊！感谢我鸡哥来了来了，谢谢鸡哥啊，来了来了来了。感谢我亲爱的，来了家人们，我操，来了，又进去了，又进去了，哥哥姐姐们，买票的就不需要买了啊，家人们，啊，买过票的就不需要，直接点就能进来了啊，也不耽误你们看直播，哥哥姐姐们啊，谢谢你们理解。我进那房间，我看咋回事啊？我进那房间，我看咋回事，家人们啊！直播间还有没有哥哥姐姐能帮客的？来个666，兄弟们，来占个榜的哥哥姐姐们，来！家人们，有没有大哥大姐？咱们上一场！感谢我鸡哥啊！又重新买，不需要，我说好几遍了啊，铁子，不需要，买过票就不需要了啊，买过的就不需要了，铁子啊，感谢我亲爱的，谢谢啊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懂了，没事，铁子，操你妈的，跑哪去了？不知道啥逼玩了啊，不知道啥逼玩了，欢迎家人们回来啊。到底跑哪个房间去了，家人们？跑哪个房间去了，家人们？啊，看着得扣个一，兄弟们！跑哪个房间去了？是不是还是刚才那房间呢，家人们？啊，是不是还是刚才那房间呢？欢迎我直播间所有好朋友们！欢迎家人们回来啊！小铜匠，小铜匠，我今天我高低进去，老铁们，我高低进去，出来！
我感觉我撕门票是最伤人的，家人们。但是我感觉能花几块钱看我直播都是非常喜欢我，也不差那几块钱的，也都能理解我。这个房间，老铁们，啊，老铁们，如果要是能理解你贺的，扣个一，家人们，啊，能理解的扣个一，铁的。兄弟姐妹，无论是多少级别的大哥大姐，老铁们，能理解你贺的扣个一，兄弟，都是为了生存，家人们，能理解的扣个一，家人们，好不好？我看着了，我操他妈呀！我看着了，我操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啊！哎呦我的妈！是不生气了？不知道啊，不知道啊，兄弟们，不知道啊！我操你妈！不知道啊，我操，我操，怎么这样了呢？啊，我操，我去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兄弟们，操你妈！我操你妈的！不对啊，不对，兄弟们，不对，不对劲儿！操你妈，住嘴！欢迎我准备收的歌曲，出去吧，没事儿。
操你妈，咋的了，家人们？啊，咋的了？求陆空哥，小哥，感谢哥哥姐姐们，感谢喜欢的，希望随便说的朋友们，没事家人们啊。家人们，跟我说说话，家人们，跟我说说话，哥哥姐姐们，跟哥哥说说话，家人们，我说话变声了吗？我说话变声了吗？我知道该是谁救的我了，我知道该是谁救的我了，回去吧，行不？感谢罗口哥，亲爱的，我现在我不能走。这么多老铁们，好几百人花门票看我直播，我要走了的话，他们以后啊人会越来越少了。我知道你惦记我啊，我上前面看看怎么事啊，他就在前面呢。家人们啊，是不是我必须得挺着？不是保健的事啊，不是保健的事，他现在是个人的兄弟们啊，他是个妖僧，兄弟们，他是个妖僧啊，家人们，他是个妖僧。兄弟们啊，不一定咋回事呢，老铁们，感谢王俊华，我兄弟200倍，越来越近了，注意安全，家好的，来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666帮你和李走一个，来家人们，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，来点面子，666走一个，好的，家人们，所有喜欢你哥的好朋友，666走一个，喜欢鸡哥。两个，后面的哥哥姐姐们来呀，咱们上一场。200倍，移动200倍，家人们啊，就两个吗？好朋友们，前面是他吧，兄弟们。前面是他吧，家人们，啊，前面是他吧，是他吧，家人们，是他吧，家人们，是不是？是他吧，家人们，咱们过去。说实话，老铁们，你们跟我说实话就好了，家人们。啊，你们跟我说实话就好了。听着，听着，家人们。欢迎我直播间所有哥哥姐姐们，别过去，慢慢往前走，慢慢往前走。
欢迎我直播间所有的哥哥姐姐们啊，欢迎你们。我慢慢往前走，家人们。注意安全啊。上不来气儿，老天，我心里越往来越往前走，越上不来气儿，家人们，我越往前走越上不来气儿，家人们。哎呀，真的兄弟们，越往前走越上不来气儿。直播间的好朋友们，直播间的好朋友们啊。想进群的把我微信打在公屏上，家人们。想进群的把我微信打在公屏上，参加管理，兄弟姐妹们，免费进群啊！欢迎洋洋，欢迎所有收到朋友们。听着没，兄弟们，有动静，有动静，前面。那红衣女鬼呢？我感觉是他养的，是不是姐？家人们，我说对不对？我感觉应该是他养的啊、哦，他养的现在不止一个啊、嗯，他养的现在不止一个，家人们，100%不止一个，他养的。赶快的加油！听着，家人们，红衣女鬼昨天晚上出现了，今天晚上没出现。今天晚上没出现，家人们，今天晚上没出现。不管了，哥，亲爱的，没听明白。直播间有这么多老铁花门票看直播了，如果我现在要是走了的话，我要撤的话，回去的话，啊，以后我的直播间就会没有人了。所以说，我再坚持一会儿，是不是？就在前面的房间。家人们，我喝了所对的口味，一家人们。我就注意安全就完事儿了，就这屋，兄弟们，就这屋，就这屋。
吓一跳，家人们！他想害我，老弟们！啊，他想害我！啊，家人们，他想害我！家人们，别过去了，没事哥。他要迷你，操你妈的！出来呀！他妈要害我，他妖僧啊，他是一个妖僧。肯定不是好玩了啊！他肯定不是好玩了。家人们还能帮客的走一波礼物吗？家人们，啊，还能帮客的走一波礼物吗？家人们，带个头，大哥大姐。啊，直播间的哥哥姐姐们，谁能带个头来？家人们，谁还能帮客的走一波？家人们，来，有没有给面子的家人们？这逼摇铃，我脑袋疼，兄弟们啊！这逼幺零的我脑袋疼，家人们。停了。看着了，我看着了，家人们。啊，你们看到那扣尾衣，家人们啊，我看见了。你们看见那扣尾衣，兄弟们。啊，你们看见那扣尾衣，家人们来。看着那扣尾衣，老铁们。知道，修斯大姐，还有哥，会有什么说的哥哥姐姐们，啊，就你比他早就高了是吧？操你妈！啊，是幻觉吗，兄弟们？操你妈，是幻觉不？是幻觉吗？我操你妈！是幻觉吗，兄弟们？
我操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操你妈！在旁边，搁哪儿呢？没打着他。欢迎我阿紫姐啊！在哪儿呢，兄弟们？啊？操你妈！没有啊，这也没有啊！没打着，没打着，没打着。兄弟们，看我快不快啊！兄弟们啊，来！操！啊！没有，没有！哎呀，我操！啊！我操呀！操！我操！啊！操！操你！啊！我操你妈！我操！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你妈！哎呦我操！哎呦我操！我操！喝一晚上，欢迎我姐。老铁，这逼坏吧，兄弟们，这逼太坏了！啊啊，这逼太坏了，家人们啊！说迟了，哈哈！我操！兄弟们，过瘾的扣个一来，老铁们来，刚才没有刚才说话的多了，家人们。过瘾的扣个一啊！灭了他的摆摊，兄弟们啊！哎呦我操！恭喜游客大哥中1000倍！直播间老铁们啊，来有票的支持一下来！家人们，灭他的摆摊，老铁们，灭他的摆摊！是不是贺家老铁？感谢游客大哥啊！是贺家老铁的有票支持一下，家人们！帮你哥往上顶一顶，感谢我鸡哥，谢我鸡哥，欢迎我直播间所有朋友们，老铁们还有吗？兄弟们，666走一个来，家人们。直播间说的好朋友们，666走一个来，家人们来。感谢我阿紫姐啊，谢我阿紫姐。这笔挺坏，老铁们啊，这笔挺坏，差点没给我勒死，兄弟们啊，差点没给我扔楼下去啊，差点没给我扔楼下去。看这样，兄弟们，只有我死那儿了。今天完了，老铁肯定会支持我，兄弟们啊，来继续干，没事，兄弟们啊。没人支持也无所谓，啊，没人支持也无所谓，兄弟，我继续往前冲啊！喝着就一个小小的要求，要个666，老铁们啊，就要两个，兄弟们，好，来继续干来！感谢我阿紫姐，谢我阿紫姐啊！剩下都没听着贺的说话，好朋友们，还有666吗？家人们，再帮你贺里走一个。老铁们能刷一个扣个一来，兄弟们，谢我兵云哥，迷糊了，迷糊了，迷糊了。
这逼挺坏，老铁们啊。听众们，兄弟们，听众们，家人们，听众们，有动静，听见了吗，家人们？铃铛声我听着了，感谢飘山姨啊，谢谢。听见我听见了。好你妈！兄弟没有关注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没有关注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兄弟们，没人搭理我了是不，这位叔的老铁们，没人搭理我了是吗？操你妈，帮我来了，帮我来了，帮我来了啊，帮我来了，你妈了个逼的，操你妈的，来了来了，帮我来了，兄弟们啊！看着没？看着那猴子一来，操你妈的，谢谢拿宝剑够呛啊，得他妈做法，欢迎羽化成我大哥啊，得他妈做法，兄弟们啊，不做法应该是够呛了。Wow.
感谢余华成大哥，不容易，谁人能懂我不容易，家人们，谁人能懂我不容易，家人们，老铁们懂我的兄弟们扣个一来，懂我的扣个一来，兄弟们，谁人能懂我不容易，家人们，懂的扣个一。没关注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家人们啊，没关注我的给我点点关注，家人们，欢迎我视频收到朋友们，操你妈的，别忙啊，啊！别躲了，上去灭了他，他太嚣张了。仙儿啊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啊，兄弟们，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个能耐，兄弟们啊，如果要是有的话，兄弟们啊，滚他妈了个逼的，我给这帮黑粉看，我真的他们只是会捣乱，兄弟们，他们只是会捣乱，兄弟们，起不到任何作用啊，起到任何作用，操你妈，我留他一点鸡巴用没有，对不对，家人们，操你妈，又冒烟了，兄弟们，又冒烟了，是黑烟不？又冒烟了，老铁们，你们希望我灭了他不？家人们，希望得扣个一来，家人们，希望我灭了他得扣个一来，兄弟们。希望我灭了他的扣个一，兄弟们啊！但是我现在肯定灭不了，我得准备很多东西啊，兄弟们，我得把他引出来啊，把他引出来之后把他灭了，只能等明天了，兄弟们啊，只能等明天了。如果你们要希望我灭了的话，只能等明天了，兄弟们。希望我灭了，家人们，希望他扣个一。刚才我喊了半天啊，兄弟们也没有啥礼物，中二百倍的呢，大哥大姐也都走了。家人们啊，我不知道咱贺家军老铁还有没有能帮贺的上一上的兄弟们啊，咱贺家军老铁还有没有能帮贺的上一上的家人们啊，有没有老铁们来，有没有帮贺的上一上的兄弟们来，
感谢现在送来的六六啊，老铁们啊，还有没有哥哥姐姐们来帮你鹤立的上一上，家人们，感谢我狼哥。操你妈逼，干你妈了逼的，干死垃圾不倒，走，操你妈，感谢我阿司机，洗我机，对，干干，操你妈的，干干，往死干就完事了，兄弟们啊，没事，真他妈憋气，这直播间，操你妈的！干！妈，这么安静的，啊，这么安静的，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回事？这么安静的？不对啊，他迷我，兄弟们，该落雪啊，完全不对，他迷我，兄弟们啊，家人们，他迷我呀，啊，撤吧，兄弟们啊，明天给他灭了，兄弟们撤吧，撤，他迷我，撤不撤，家人们？
迷我，家人们啊，他迷我。走吧。听听，撤！我听，不播了，以后都不播了。走，撤！撤！明天灭他，兄弟们啊！明天灭他。明天灭他，家人们，同意的扣个一，老铁们来。好，同意的扣个一，明天灭他，老铁们啊！开坛做法，灭他。开坛咒法灭他，明天啊！操你个妈呀！